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来了，北影先，他们北影先对面抓扛旗有，你看吧，干张压力超大的，HKLF 有完全的拿长谷川跟樱木的那个先手权，拿长谷川放给对面的。然后就你的进攻，你没有办法打我刚刚影先那种七步双塔，有多果断？一秒出来木声音直接秒按，我就要玩这个。那就可以拿小田新了，的 meta，这边可以补小田。CTG 本来就很擅长的这种防守 meta，那对方要扛工程，然后这边 CTG 一定要扛工程，工程不可能不扛。除非 LP 这边扛工程，拿成的话，因为高沙不用你地 ban，方补上花型也行，可能要 ban 花型真哦。的硬不行你去补工程，然你后这工程 HKLF ban 个花型吧，ban 个老那花你这边就是，ban 个老花拿藤真吧，我觉得。不想遇到。ban 老花拿藤，这边要拿藤。不要这么气，明天的公路老鹰说一下。那这边就没什么角色可以选了，这边感觉选什么都不好打。那因为你这边 TDG 这边选角基本上被屌虐。那以往他们会选。他们这边怎么选都是烂阵容，他们这鱼柱赤木都是烂阵容，因为。阿木跟长谷川的配合来讲，在这种防守强权下是很难出手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把阿木会很难出手的情况下，基本上是要爆开的，基本上是爆开的。除非啊，赢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长谷川开上线，不然 CDG 这个选角是不会赢的。抱持一个怀疑，没错，对。啊，不是边脑花啦，边吉花啦，靠，别讲错。你是先选了一个对手，我这样角色池赢太多了，就是 HKLF 在先选方太强了，那他们后选方又可以辩证，对 HKLF 在这一版理解度太高了，真的理解度太高了。对方有古川，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让双方打出来，所以 CDG 这把的选角是他们擅长的，也非常有机会。跳球，第一球跳到的。如果先选方二选不拿小田拿公益，三选拿鱼柱边高沙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小田不可能放给对面，那对方会拿小田，你也输了。对方会拿双板阵，你在说啥？你在举啥？大哥，不要闹了不要皮好不好？你是什么台看太多？进入冠军赛的紧张。下去哦，补得漂亮，补得漂亮。出手也非常的直接，也被对方抓烂，而且这个吊球。韩谷川有一颗顶头球要冒哦，要冒哦，冒！大家都很乱流哦。那这样的话，长谷川有一球哦，长谷川有一球要拆。哇，好敢！冒！你就看 CDG 这些人怎么敢在这个时间点这样一个恐怖的比赛里被抢头掉了。是哦，这边黑已经站出来了，要盖这个一，但没补到。嗯。不管是一还是二，其实这个分配其实顶得好哎。这一手的防御是有问题。好可惜哦，没顶出去。哇靠！有有，樱木解开了，樱木解开了，樱木有顶头拳了。下去！哇，这赤木很会插耶。这个花型行不行？状态很好哎。哦，连插两球哎，关键哎，直接把这四分守下来。CTG 的阵容。好猛，连插两球，没地超啊，这球。不会进，不会进，不会进，秒板。好猛！有目前这一场是 Final MVP 的表现。哇！花型行不行？秒板行不行？刚那个有赤木连虐，连虐三波球权有人在里面哦，这球要进了。哇！6-0开局，你敢信？刚刚被极限发挥，极限发挥，干赤木极限发挥，有点猛，有点猛。对手追分的爆发力也是很足够。是，干这个赢得屌。干 CG 这把赤木开上线。哇！赤木开上线。是不是可以再站出去一点？因为其他树头进。哎呀，这球应该要开到的，是有点可惜。这个看这赤木的上限可以拉到多久？他们阵容不好，但他们开上线了。但有可能是因为没。看这真的是赤木开上线，是的，这阵容还可以虐成这样。撞到赤木还能秀吗？还能起舞吗？没有，控节奏，一直不停的在前后拉扯对手的一个防守心态。内线有出。有跑哇！这个甩了盖。他很会这招甩，他已经甩很多场了。是对花型的板很有信心，是单打双板还可以这样子甩。小心啊，再被地超。这一球很可惜，没有办法接球就直接出手。樱木有顶头拳，可是藤真这一球不能顶，不能吃顶。这边就是球只能拦板。他自己加双塔的信心，因为他知道球就甩就好了。没错，两边都在拼板，又回到了真正的篮球游戏。对啦，碎啦，控位转烂。赤木还能起舞吗？赤木赤木还能开上线吗？啊，倒了！哇，又帝王上篮。外招。藤真能慢投一颗，樱木可以速投一颗。哇，差点又被屌拆啊！盖掉，地板球
转球拿过来转换球权，好秀好秀，是真的不能再打，对他们来讲，因为对方的防守真的已经盯死了你外面，就是拼你藤真打点了。没有没有，藤真打不了点，嗯，我觉得藤真很难打点木生一，但他也只能这么做。对对对对，就所以这个下去，这个其实很骗的，支持选藤真，我这个贸易猫分配的好。去 challenge 你的 LP 的防守，突然开光找一个机会，小天再有吗？没进，篮板球是我，哎，怎么播了？你干嘛播？是不是内鬼？是不是内鬼？他这个波是不是内鬼？他这个波好内鬼哦！他想要波，进了啊，没进啊！樱木补扣还废哦，樱木还空大。盖樱木，樱木是不是在搞？樱木是不是在搞？樱木是不是在搞？结果空掉。樱木是不是在搞？八比四，这个比分非常小，没出字没进篮板。樱木，樱木是不是演员？不行，P的表现持续载至禁区。盖樱木好演。樱木，樱木不演了，樱木不演了。要打快，这看球证这边要小心低超吗？他可能没有这个能量哦。花型有大吗？不是，小田有大吧？漂亮。这边跟这个不行，没人盖到，没人盖到了。藤真刚空挖三次了，不好说，不好说，藤真搞不好会挖到哦。对，哇，这个地方，哇，我觉得火爆还是要想办法出手。冒到，哇，太长冒了。球不能正拍，师傅好 man 哦，这一下真的太。还能起舞，还能起舞。这边他打出了他不选鱼柱，选师傅的这个战术。慢投，速扣，哇，可惜，啊，又被冒，没了。哇，赤木前面那守六分太关键了。哇，我只能说这个赤木 MVP。赤木前面守那个六分，屌烂，太屌。赤木前面守那六分太猛了。但赤木超猛，赤木上线开满，但赤木前面守六分太屌了。我在想 HQRF 能不能有办法拆掉 GTG 的这个阵容。欸，赤木第一球拆小田后侧是很夸张的事情，他居然可以拆到了。讨论理解，大部分都觉得，木跟超强，就算给对方拿到，你就。